哥们，这次婚都没结，就给忙成这样，实在是过意不去。等下个月咱把这婚一结，咱一定绝对不跪啊！哎呦，行了，你小子，你再跟我客气什么？关键不是那么个事儿啊，主要这几天呀，实在是太麻烦你了。这样，我先干为敬啊。那个，行，你就别喝了，等下还要开车呢。那个有啥？啤酒而已，饮料。 喝了。行，哥们儿，今天到这儿吧，我有事儿，先走了。哎呦，不行，你看你喝的这么多，我要不骑电动车送你吧？没事儿，你还不知道我的量啊，放宽心，走了。哎。 开的车你啊，你从知道出来不打转向开这么快干嘛啊？看把我车蹭的，说吧，怎么办？搞什么混啊？你看你把我车撞的，你看撞啥呀我？我还撞些孩子，你车开那么快啊？我这四十年自这八十吧，我跟你说，咱开车你看你怎么给我赔偿吧？我给你赔偿？不是你怎么学的车你啊？你知道对账我干到你懂不懂啊你？驾照买的吧？啊？我驾着买的。你什么喝酒了？ 喝酒了吧？这个不是赔偿是我跟今天这事没完，我现在就报警了。喂，你干什么去？先走。出来，你出来。大家刚刚看到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我们今天开会主要讨论的案件。张某危险驾驶案，康厅长。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这是检察院刚刚推送过来的一起案件，虽然不是大案要案，但我觉得它具有代表性。张某醉酒驾车与吴某的车辆发生轻微碰撞，双方报警后，张某因醉酒驾车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羁押。问题是，三天后就是张某结婚大喜的日子，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审判， 势必影响张某的婚期，我愿为省高院确定为推行轻案快办的试点法院。我们审判厅想适用这种新机制审理此案。轻案快办机制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的一部分，既体现了实体公正，又彰显了程序公正，节省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同时呢，又提高了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与效率。 是又以得利举措。院长，各位同事，我是这么想的。康厅长说的很有道理。如果这起案子启用轻案快办，反响肯定非常好。到底用不用？我觉得还是得看一下这个案子是否符合轻案快办的条件。张副院长提示的很对，我对比了一下使用条件。前三条这起案件都符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判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且对被指控的犯罪没有争议，不做无罪辩护，就是后两条需要和双方当事人沟通一下。这是咱们法院试点的第一起。康厅长，你联系一下交警队、检察院、司法局等相关单位，尝试试用新机制，一定要吃透新机制使用的条件，确保既要用对，更要用好。这丢人的事情，一起接一起。这交通事故都过去一个月了，到现在都解决不了。再过三天就要结婚了，这新郎官还在里边关着呢。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亲家，这谁都不愿意能发生的事啊。
你看，我们家啥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全都通知了。要说丢人，我们更丢人。这能怨别人？好好的，谁让他喝酒开车呢？我就想不明白了，哎，这酒有啥好喝的？行了行了，让你们来是想办法的。你看，你们一见面就吵来吵去，这吵到最后，人能放出来吗？啊？那你说咋办？我也听别人说了，像张能这情况呀，少说也得判4个月。哎，要不把婚期往后推？思思现在怀孕4个月了，你往后推半年，哎，娃都生下来了，抱着娃结婚啊，丢人败信，我们可丢不起这人。对，不能推，往后推呀，思思的肚子一天天大了，即使不到生的时候，这结婚呀，折腾这一天也很危险呀。要是往后推日子呀，就让思思把孩子留了，真是的，这啥事儿嘛？你说怎么办？反正孩子是不能流产，你看思那肚子肯定是个儿子。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儿子女子的？我看张能能有今天呀，都是你惯的臭毛病。这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你要不我找对方跟人家说说原谅咋整呢？别告了，撤诉。真的，走，我陪你去。走。完了，咱们再到法院咨询前后。就是呀。走走走。现在想撤诉肯定是不行，你们家张能已经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原告已经不是无心，而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已经取得对方的原谅，我们私了，这还不行？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想告就告，想撤就能撤的呀。这告也不行，不告也不行，这冤不冤吗？这，哎呀，叫你来不是喊冤的，能让他这样做是咎由自取。我这孩子再有3天就要结婚了，我们家就这一个孩子，这孩子结婚是我们家一辈子的大事啊，也通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你说这样下去太丢人了呀，而且也不吉利，太晦气呀。哎，咱们撇过法律不说，你就说这个理儿，这谁又能过了这一关呢？你说是吗，康队长？你们的情况啊，我们了解了。作为家长，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法院刚刚讨论通过，准备使用一种新的适用机制，来审理此案。你们愿不愿意使用这种新的机制？我们愿意。不光你们愿意，也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我家儿子肯定同意。对，肯定同意。如果条件合适，估计很快就能审理完此案，争取在婚期前审理完结。康厅长，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谢谢。哎呦，康厅长，啥事儿呀？还得劳驾您亲自跑一趟。来，坐坐。徐科长，我们过来呢，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张某醉酒驾车，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我知道，我们科室今天刚刚给你们送过去的案子，有什么问题吗？哦，案子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嫌疑人情况比较特殊，这不再过3天就人家结婚的日子，家属那边呢比较心急，也希望咱们能快速审结此案。再快也得按司法程序走。我们院前段日子刚被省高院确定为第一批轻案快办的试点法院，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启动轻案快办程序，一方面呢是简化咱们审案判案的程序，二来呢不想耽误人家结婚的大事儿。哦，对对，前段时间刚开过协调会，那要是用这个机制来审理的话，咱们盐湖区还是第一起案子，有里程碑的意义啊。对，是第一起。那行，我们检察院全力配合，
不过我要提醒一下，在快的同时一定要公平公正，尽量不要让我们抗诉。这个你放心，咱们就是给程序瘦瘦身，流程还是不会变。张院长，通过我和小孙的协调了解，经过对案件的仔细审查，我们认为张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均无异议，同意使用轻案快办机制。我们认为完全可以使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审理此案，建议明天一早开庭。好，你们辛苦了，细节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为了尽力简化文书制作，简化审核程序，简化庭审程序，在庭审环节将诉讼权利、法庭纪律等相关事宜前置到庭前准备阶段，这样又节约了一大段时间。行，咱们一定要办好这第一起试点案件。现在开庭，请坐下。辩护人进行辩护。大家好，我是盐湖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援助律师，我是此次被告的代理辩护人。从整个案件对被告人侦查的口供到起诉到审判，可以看出在案发后被告人能够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如实陈述，真诚悔过，既不反复又没狡辩，更没有避重就轻隐瞒事实，这一诚恳的悔罪表现应当得到法庭的确认，并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事实根据。综上所述，鉴于被告人具有悔罪表现，又系初犯，主观恶性不深，建议法庭综合本案情况，请求依法予以考虑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被告人最后陈全体起立。判决如下：被告人张能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被告人张能是否听清？听清。是否上诉？我伏法，不上诉。我愿意承担责任，并且缴纳罚金。在这里，我想向所有人说声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关心，给了我一个组建家庭的机会。从今往后，我一定为家庭、为自己好好生活，好好努力。谢谢。好，